带这群小朋友要去 Abiro。今天在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，它就是 Abbey Road Studio。 然后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个录音室里面，曾经创造过全世界大家说最伟大的乐团披头士，然后当然还有 Pink Floyd 啊，还有到现一直到现在任何你想得到 Lady Gaga、 Adele 啊，诸如此类非常有名的人都在这里，从这边制作了非常多经典专辑。然后今天呢，没有台湾来这里是做专辑母带，让我们请到那个非常有名的 Master Engineer Alex Golden， 然后他做了非常多非常线上非常有名的 EDM 的 Mastering， 所以这次妙台湾的母带就交给他做。然后我大概是他所有做过里面最小咖的。